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这里不能脱鞋。哦，小花猪。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啊！一辈子一定要嫁给爱情。啊！哦。哎，咱先别过去，先别过去。哎呦，谁来了？小峰，表姐。怎么，太久不见，认不出来了？这位是。老高，这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石楠。哦，这就是你经常跟我提起的海岛校花第二名。你们这儿真是盛产美女啊。什么？你是第二名？那谁敢第一名？你小点声。哎，对了，石楠，你今天穿的哦，这个是我妈妈非逼着我穿的，我都要跟她拼命了。我知道，你是嫉妒。大说咱姑娘嫉妒，哎，谁嫉妒谁呀？我结婚，你穿什么婚纱？我啊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原来不是你结婚。石楠她不是那样的女孩子。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他，他可能是太羡慕我了吧。毕竟我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的老公，而我们石楠还没谈过恋爱吧。哦，我突然有点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礼金在我爸妈那儿。不是说好了我送你的裙子只能穿给我一个人看吗？为什么不听话？看着呢。为什么永远比我快？号是你选的吗？那女的是谁？给我查查。是。哎。小峰，不好好看，这都认不出来了。对了，这是姨妈的礼钱，你收着，谢谢姨妈。祝你们幸福啊，幸福。姨妈今天不舒服，你的婚礼啊就不参加了啊。那我们就走吧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小峰啊，你这脸是从哪儿整的？哎，你看这眼睛和鼻子啊，哎，越看越像我们家。快走！哎哎，闺女的姨妈要跟我去拉个皮儿啥的，听见没？啊！哎，别着急。秦飞，给我一车最好的礼服。你们干嘛？同情我啊？拍偶像剧啊？给我，给我！哎，小花猪，你等等我，你还没有给我电话呢。
上我房间去。 敢偷喝我的酒！不好意思。怎么又是你？你跟我说，你为什么老跟着我？你想多了。哎呦！你敢撞我！你。 以为有钱了不起，了不起是不是？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了不起？Boss， 把这些酒给我通通吐出来。 这些都是你喝的，我只喝了一口。哼，还嘴硬是吧？你个假洋鬼子！你跑那么快的干嘛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嘿，哼，又撞。
身上这是什么呀？啊！哎呀，你说我这脑子已经懵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这是要干嘛去？今天开学。哦，对，你看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走了。哎，先喝杯蜂蜜水啊！别一天到晚老喝酒，对身体不好。再说喝的那个样，哪还有个人民教师的样子？啊！走了啊。吃了不吃了，减肥都不知道亲他妈一下。聊啥了？没聊啥。你没问问昨天抱他回来那男的是谁啊？没有。你能不能聊点正经的呀？哎呀，哼，我现在就去查一下。查什么呀？我查查把我闺女喝成狗的那个男人究竟是谁。哎，你悠着点啊，这万一是我未来女婿呢？你再给我吓跑了！行，哎呀，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没问题。妈，哎，行了，你悠着点，你还以为你年轻呢？我真的可以每天勉为其难的顺路去接你一下的，用我的汗血宝马。啊，我顺路。哎，我真的可以每天为你早起一点的。这块冰什么时候能给你融化了呀？这句话好像昨天也说过。你说你明明就是啊，对啊，你非要装成一块冰。哎，你等等我。这是我们的学校啊，你们看啊。来，石老师给你们来一张意气风发的。向老师的那边，别笑了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站好了。您那边，方老师，啊，大哥，啊，来，继续跑，快，一，二，一，你看看吧。很可惜啊，这位老师已经去世了。想当年啊，我们这个冯老师不仅人长得好看，学生们也很喜欢他，我们也时常挂念他。可以送给我吗？不瞒您说，这是我仅有的一本，但是你喜欢。谢谢校长，我还能再看一眼吗？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
我希望在我回到深圳之前，能在这里执教一个月。啊？其实我也是一名老师。哦，伦敦大学。London。London 我熟啊，国际大学校。This is to 啊，国际大学校，国际大学校，方左。但是这个还真有点为难啊，这个方老师啊，这个你的教学资历也是够的，但是啊，现在教育体系啊抓得非常严。再加上以前的支教老师能力参差不齐，所以啊，这个必须要得到教育局的批准。那就对了。喂，你好，你是？按照校长的眼力，嗯？啊。哦哦，啊，秦公子。你看这张市教育局的批准，够还是不够？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！欢迎加入勿忘小学。秦公子，同学们，互相谦让，亲如一家，时时合成一碗饭。一口一口见爹娘。好了，开动吧。有谁想要喝水呀？我不要。你又不要？你每次都不喝水。你不需要喝，饭前喝水，吃饭的时候少喝，知道了吗？哟，二位老师，这是我们三年级的教室，你看我们的学生多可爱，哎，你看我们的老师。不喝，你不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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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需要喝，喝点，喝点。还是换间教室吧。花儿，是不是饿了？哈，要我吃点饭。不饿。哈哈，秦公子呢？饿。走，不吃了。还有谁想喝水啊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我给你做。哎，还有谁想喝水呀？我。校长，坐下。校长，我今天好像没犯什么错误吧？我说你犯错了吗？做贼心虚。明天学校会来个支教老师，我安排在你班上。什么？又来支教老师？校长，你想想之前来那些支教老师，有几个是为了孩子们来的？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这是市教育局的决定，没你就做主的份儿。天哪，这次还是个关系户。校长，您是有多讨厌我？我告诉你，沈老师，你平时课也重，既要教科学，又要教体育。我让他协助你上体育课吧。人家可是海龟哦。海龟，我爱海豹。海龟，海龟，不是这个乌龟，是海外归来，一点文化都没有。又是一个假洋鬼子。我们乌旺岛这两天怎么了？怎么老来假洋鬼子？前两天刚遇到一个，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来来来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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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校长，你跟我出去出去出去！校长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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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犯人！对不起，工作时间我不喝咖啡，谢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拿走，拿走，都拿走。说吧，我在英国给您写过那么多封信，您为什么一封都不回？这个事情啊，
我们确实给你查过，失联了。真的没办法，当时查的时候，那女孩也失踪了，家都搬了，实在找不到。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对不起。在，天天做，天天扔，多浪费。那也不能吃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喂。喂。哎，不是我那套蓝色西服呢？在衣帽间的第二格，最上层。你没给我烫啊？你说你不穿去年的老款了。我什么时候说我不穿了呀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不是我问你，哎，你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？我都伺候你十年了，就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？行，随便你啊，哎，回来不回来？你，姐，你说他堂堂一个校长，为什么天天跟我一个女老师过意不去？这是本店新研制的乌网咖啡。请美女品尝。我不喜欢喝咖啡，谢谢。啊，不喜欢咖啡。哎呦，这是猪喝咖啡。叔，这咖啡为什么叫勿忘啊？因为咱孟蕊姐呀，她不希望她，咱叔忘了她。看看，看看去。小华叔怎么了？被领导欺负了。他敢！我石楠可不是省油的灯。看我明天怎么收拾这个城里来的关系户。怎么是你？假洋鬼！
哎呀妈！清妃，皇叔，我给你买了好多水，你选一瓶吧。我说你们俩真的很无聊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的？啊！没想到真是那个家长鬼子，我的日子可怎么办呢？啊，好可爱啊。梧桐，你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咖啡？不理解。咖啡就像寒冬里的一句温暖，慢慢你就会爱上它。原来咖啡的另一个名字叫陪伴。陈宇，你不会介意我们的婚礼没有我的父母参加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就是你的亲人，一辈子的亲人，我会永远的爱着。叔，想吃寿司还是意大利面？勾芡泡面，谢谢。挂账，但是我要收利息。多少利息啊？应该比你石老师少吧？可不可以不收利息？那你要多吃完。今天小韩怎么又没来？那个。他妈妈生病了，我一会儿放学之后会去看一下吧。他妈哪是生病了，开洗头房的呀，就是爱说谎。是主任，主任要死。小韩毕竟是一个孩子吧。哇塞，瞧瞧我们方老师这人气，真的是。方老师，哎，尝尝，这个是我做的，亲手做的，这个是我做的。石老师，你的泡面能给我一碗？啊？哦，有。谢谢。石老师。放学后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小韩家吗？你？放学后门口见。其实吧，我觉得教导主任也应该一起去看看。不如不必了，我跟石老师去就可以了。那好吧，大家可千万不要忘了，这次开学后的军训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体力、意志力和坚持力，大家一定不要松懈。这次呢，请各个班级的班主任做好准备，这次的评分将直接
影响到个人的职称考核。以上。老师，我觉得您现在跟小韩还不是很熟悉，您要是去看他的话，好像有点不大合适。快走吧，太阳快下山了。这是我的车。能不能给我放尊重点？心中的希望，呼啸的列车飞驰而过，你我都是生命的过客。留下的欢迎光临，快里面坐。小韩，快去倒水。他是我们学校新来的方老师。方老师你好。徐徐降落的石老师也来了，可是我现在有点忙。没事，等等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不让小韩去上学？不是电话里说了吗？我病了。小韩妈妈，可以打烊了吗？你谁呀你啊？不是我们俩怎么了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打架呀？给我滚！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大哥！等着啊！不笑的列车。小韩妈，我希望您今天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是电话里说了吗？我病了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可我每次来这儿都看见小韩在帮你的忙。您能告诉我您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吗？我下午查了一下，小韩他不是单亲家庭的。小韩的爸爸应该七年没有回来了吧。千万不要胡说，也千万不要让小韩听到，他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我觉得你没有必要骗小韩。我猜想，你的手机里应该有很多你跟小韩爸爸的联络吧。但是，应该都是你编来骗小韩的吧？妈，以后别再发了。我有你就够了。我的乖儿子，妈妈对不起你。我知道，妈妈不该骗你。一个小孩不容易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小韩这么小，他应该待在学校。是这里。我妈妈确实身体不舒服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
上学。妈妈的身体我们会想办法的，但你的梦想呢？就不要了吗？我们小左的梦想是什么呀？你今天还有点像老师。今天的事，谢谢你。不谢。不走吗？走。不错，在英国骑的不是一种自行车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知道吗？王杰和张一雪离婚了。喂，你听着没？我听到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难道你忘了吗？那个张一雪当年可是你的情人呀。我说大姐，你能不能注意用词？我跟王杰连恋爱都没谈过，哪来的情敌啊？哦，也是，但再怎么说也是你曾经暗恋的对象的对象，你难道一点都不高兴？不高兴？你还有事吗？没有事的话，我要上班了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都忘你，我的小花猪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叫我小花猪！小花猪！你再叫我一句小花猪试试！不叫了。你干嘛？没干嘛，我觉得你这样特别漂亮啊。那没事，走吧。你不是要跟我去学校吧？啊！你有病吧？你跟我去学校干嘛？这不是为了你而去的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我是为了我兄弟而去，方左。不过我就想问一下来着，你说你平时这么躲着我，是不是爱上我了？哎，我说，你真的是有王子病。没有。该吃药了。下来。下来干嘛？给我下！给我下！走吧，走你！哎，方老师，您喝水。好了，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迟到打扰我们会议，您开始吧。这一次我们会议的宗旨呢是市教育局通过的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。对不起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我们继续。今天的会议内容呢是家长教育行为规范。Everybody，Good morning。方老师，还要不要开会啦？小花猪，我下班后再来接你啊。别误会啊，这是我上班路上捡来的一个白痴。来，我们继续啊。我们今天会议内容呢是家长教育行为规范。教导主任，
你的口红好红哦。你严肃一点好吗？我们今天的会议内容是家长教育行为规范。第一呢，是为了树立为国家教子思想，自觉履行教子。有完没完呢？好好开会。自觉履行教育子女的职责。二呢，是重在教子做人，提高子女思想道德水平，培养子女遵守社会公德习惯，增强子女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。第三点，关心子女的智力开发和科学文化学习，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，要求要适当，方法要正确。第五条呢，是为了引导子女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，支持子女参加社会公益劳动，培养子女的自理能力及生活习惯、劳动习惯。可否讨一杯咖啡？我记得你不喜欢咖啡啊。凡事总有第一次的嘛，不是吗？谢谢。你是本地人吗？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？你身上有大海的味道。有吗？你用的洗发水应该是本地产的，刚好跟我太太同款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，一个陌生人都能闻出来我的洗发水，而天天睡在我身边的人十几年也未必知道。你确定他不知道？并不确定，我回头问问。听说我们公司两个继承人住在你们酒店。哎，想办法帮我搞些关系。啊？喂。你终于想我啦，石楠。你在咖啡店啊？又配大叔呢？这就是叔的魅力啊！哎呀，我都快疯了，叔，姐。你怎么啦？不用上课了吗？还没打铃呢。这声音好熟悉啊。方总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们说了啊，晚上再去找你们。好。石楠怎么还不来？瓜子都快吃完了。你终于来了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你又干嘛去了？累成这样。哼，我好难过。太累了。你能不能别那么紧张啊？哦，我能不紧张吗？咱们闺女这一辈子的大事。找你这畜生！连连连，遮上！啊，好遮。这么挺漂亮，每天跟着母后来的。走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你说什么？到底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秦飞，甩他就甩了半个小时。秦飞，不是方佐吗？不提了，不提了。老板，再拿点酒来。叔那儿还有一瓶，先把那喝了。老板，不要了。来，干！哎呀，一个女孩子怎么喝？喂，慢点喝。哎，爽！哎，你说我是不是中邪了？这种邪，多少人都求之不得。
全部拿走，拿走。嘿，这才叫我。哎呀，脸脸脸脸脸！姐，嗯，说我怎么办呢？姐，说说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办法倒是有，就看你能不能豁得出去。除了死，什么都没问题。江林，净给我脸脸脸！那个秦飞不是特别喜欢你吗？说啥呢？你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计。同学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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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们，今天是我们学校历史上第一次军训动员大会。说一天了。同学们，老师们，今天是我们学校历史上第一次军训动员大会。我们要立下志向，力争在教育局领导面前拿出不怕苦、不怕累的精神，进而啊，在以后的学习上啊、生活中，在以后的生活中、学习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啊！军训期间啊，我希望同学们服从指挥啊，听从号令，借此军训的机会，这个把党和国家的优秀思想啊借鉴过来啊，在我们工作上啊再创佳绩。说得好，没毛病。秦公子，到啥？秦公子，有，好好好。感觉被江英入坑了，不管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医务室在哪？医务室在左边。白痴！你说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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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把嘴张一下。这也没有头痛的，没有腹泻的，不应该呀、啊，这会不会是生理期的问题？神经病！马老师，我有点饿了。饿了？哦。我看是啊，有点低血糖。这样，我给你拿点吃的，你看一下啊。嗯，好嘞。好像有一个月了，总是莫名的想吐，东西也吃不下。秦飞，你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你说我可能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我是见过世面，以我的推断，是不是怀孕了？冰狗，算你小子聪明。好像真的有可能是。秦飞啊，如果要是真着的话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住这个秘密啊！啊。嗯，可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，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没事，你现在一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正经的女人。没关系，你就直说吧。没事，我觉得像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犯点错误很正常。先不管这么多了，我先带你上医院。啊，不行，我怎么能去医院呢？我可是人民教师，我要是去医院的话，大夫问我说孩子的爸爸是谁，我怎么办？
就是我的吧？你有病吧？这锅你也背？你都听到了。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年轻人谁不犯点错误？只要真的有孩子，我秦飞愿意做他的爸爸。石楠，你怎么了？到底是不是尿急？哦，师傅，你快别停一下，出尿急啊！什么？是吧？他为什么要吼我？哦，他有囤点阴影。你既然不想去医院，那我就送你回家吧。啊，走。已经到家了，您可以走了。这是我家，你要干嘛？您可以走了，你要干嘛？你赶紧走吧。告诉我，你这次是不是故意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女孩。我就是这样的女孩。你是为了躲我，故意这样做的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这一次，你是躲不了我了，我的小花猪。
告诉你，我也救过人，但我绝对没有你那么冷傲。我还记得，我救的那个男孩，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。为什么不去跟他们玩？热。热吗？我看你是不合群吧。我不想跟他们玩。为什么？他们太幼稚了，整天就知道玩。小孩子的快乐不就是这样吗？等你长大了，这些快乐也都不在了。你知道人类最强大的功能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是创造奇迹。就像手机，你肉眼看不到信号，可是它却可以打电话。或者就像宇宙创造了风，你闭上眼睛，它就来了。高吗？没量好呢。你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啊？嗨，你不行，咱们去医院啊。你先把门开开呀。来，我看看。哎，别，我难受，别动。哎呦！啊，怎么了？39度了。39度了。对。啥也别说了，赶紧去医院。赶紧。我不去。你这孩子再回来，我不去。你该烧傻了。没什么可商量。必须，还是马可着我来。哎呦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，你必须得去。不去，这这孩子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么，我不去。别说啊，我真的不去，我不用去。还废话，都给我住手！孩子，算我的吧。有病？没有。有病？没有。要修手机了。对啊，这手机40多。你拿着，你拿着。拜托，他连恋爱都没谈过哎！我昨天恰巧在医务室偷偷听到的，是不是怀孕了？你一定要替我保守住这个秘密啊！怪不得昨天晚上晕倒了呢。真的假的？还有更恐怖的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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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连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他都不知道啊！真的假的？嗯。天哪！要是学校知道了，可不是要。为什么不来学校？
你做的是实报实为。金老师，走吧。干嘛？绑架！你闹够了没有？我警告你，不要用你那纨绔子弟的把戏来玩我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其实今天大哥我是跟你玩认真的。放手！是不是想跟你玩点更深层意义的东西？哼，看你就不像什么更深层意义的人。我有。喂，你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小韩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到，有石老师在啊。好，石老师，这里是没有车的，好，不给你闹腾，你上车吧，他也在这儿，哎，不犹豫，走了。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报警了。报警报啊啊，还装什么情况？你开这店不就让人摸的吗？叫一叫他。你别过来，住手。先带他们走。什么呀？上上！你敢！你敢！我！哎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哎，走走走，快走走走，快走快走！石老师，石老师，你没事吧？老师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是我花了钱给他的，去医院。